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，想把所有都给你，守护在你的身边，为你实现你所有的心愿。无论是什么结局都没关系，不管多远的距离，我们彼此的约定你相信。想要和你在一起，想把所有都给你，守护在你的身边，为你实现你所有的心愿。无论是什么结局都没关系，不管多远的距离，我们彼此的约定我相信。王爷还是回去吧，王妃还是不见。蓉儿，可还习惯吗？只是有点想家了。蓉儿，这就是本王特意派人打造的街道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和你家乡一模一样？嗯。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，想把所有都给你，守护在你的身边，为你实现你所有的心愿。无论是什么结局都没关系，不管多远的距离。我知道不应该等待，说到这还要什么脸，是不愿错过你的每一面。梦醒我又睁开了眼，昨晚又梦见你。杵在那儿干嘛？还不过来试菜？吃啊！王爷，我真的吃不下了。你吃的一点都不剩，我们还吃什么？王爷，你别生气嘛，下次我给你留点啊。王爷，蓉儿不饿，姐姐怕是饿坏了吧。
吧，王爷，我真的吃不下了。你吃的一点都不剩，我们还吃什么？王爷，你别生气嘛，下次我给你留点啊。王爷，如儿不饿，姐姐怕是饿坏了吧？那倒没有，是因为王爷的府中厨子做饭太香了，我就忍不住把它全吃光了。爱吃什么？来人，掌嘴。是。冷贤臣，你个狗屁王爷，好歹我也是你王妃，你不仅让我给你和小妾试菜，还想掌我嘴？本王的王府，本王说了算。哼，先生，你个王八蛋，放开我！看我不打死你！来，娘娘，小心。关于爱，谁来提起？娘娘。没事儿，就一点小伤，再说了我有药啊。快快快，贤女去世了，贤女去世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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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样了？李太医，怎么样了？撑不过今晚了。你是来看本王笑话的吗？你若是救不了他，我定让你去陪葬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准进。希儿，看住了，若谁进去，就是不想让郡主活。你是谁？来救你的人啊。没用了，太医都说我活不过今晚。他们是庸医，庸医说的话你也信啊？你真的能救活我吗？试试看咯。怎么样了？大功告成，不用谢我啊。郡主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你来干嘛？前几日没能及时看郡主，是因为我也有轻微中毒，还死不了，还好王妃给我解了毒。王妃？嗯，这太医都解不了，王妃还真是厉害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字面上的意思呀，我的郡主，你太单纯了。哎，郡主来了，你这么快就好了？你是巴不得我死掉吧？这是说哪儿的话，我要是想你死，那我救你干嘛？你就是想在我哥哥面前邀功，说不定毒就是你下的。你这话说的我可伤心了啊。
我说的嘛，郡主这么单纯的人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啊？原来是有人教啊。姐姐，这话我就不懂了，郡主是成年人，难道在姐姐眼里郡主很愚蠢吗？那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我可没说。来人，把陆无忧关进柴房，不准给他任何吃食。哎，你就这么对你恩人啊？暂不说你是不是想要毒害我，前几日救我的时候给我喝的是什么，这几日不光是身上，嘴巴里也一直是臭烘烘的。哎，你们竟敢这么对我，我是王妃，等我出去要你们好看。你个死八婆，我救了你，你还给我关进牢里。算了，要是让郡主知道我给他喝的是屎尿，那还不得杀了我。算了，关几天就关几天吧。嗯，谁？你受伤了啊？没有。来，起来。起不来。我扶你。哎，你这伤哪儿了？不关你事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内伤对不对？把眼睛闭上。我给你拿药。不要。你看门都锁了，你要再不让我救你啊，估计活不过今晚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害你的。把眼睛闭上，让你睁开你再睁开。闭上。救你了，真乖，可以睁开眼睛了。给。啊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啊，是可以治愈你的药，喝吧。啊，刚才我看你明明在这儿，你怎么变出来的？其实吧，我是个魔术师。魔术师？就是可以，你想要什么就可以变什么。那不是神仙吗？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啊。喝吧，喝完你就好了。你可以坐下休息一会儿了，明天早上肯定会好。哎，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洛无忧。洛无忧，有事？没事。这哪是柴房啊，分明是牢房嘛！有了。哎，哎，醒醒，给你带了吃的，吃这个吧，这个好吃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肯德基啊，可好吃了。肯德基是何物？就这一个我给吃了，你吃懂泡面吧。这个是肯德基，这个是泡面，这个是可乐，可乐也很好喝的。